发生什么事？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在法兰克福一日游的懒人包。发生什么事？法兰克福是欧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，也拥有德国最大的航空枢纽和铁路枢纽，大部分游客都是以此作为中转站。既然来了，我们就打算花一天时间来看看这座城市吧。法兰克福的景点相对集中，所以我们就用 Google Map 规划了我们想去看的景点，用步行来发掘这座城市的美。我们现在要转 Hello 101的那个行程，然后我们就要准备出发啦。耶、okay. yeah, 我们现在要去 Frankfurt 走，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大的那个 locker 在这边。所以你来到那个 Frankfurt 的 main station 的时候呢，你就看到这个盒子的话，你就可以在这边用5 euro 的价格，然后在这边存你的行李箱。我们一个这个大的可以存2个 medium size 的行李。好，我们从那个火车站走出来的时候，就第一站就去到那个欧元塔啊，感受在欧洲少有的一个城市的高楼大厦这样子。去了欧元塔过后，我们就去了一个 Prime Market Hall 那边，我们就去了解当地人的食物啦，还有他们的生活这样子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是 Kluge Prime Market， 就是意思就是想是小的菜市场这样子啦，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人讲的巴萨这样子。说这边巴萨有卖很多不同的种类的东西啊，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来到这边的时候呢，就看一下他们当地人吃的是什么啊，买的是什么这样子。这边有卖很多东西啊，有卖蔬菜水果啊，香料啊，还有他们最有特色的就是他们的香肠，还有他们的起司。说这边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种类啊，大小的起司这样子啦。然后我们就刚刚在那边吃了一个他们的面包这样子。这是你最爱吃的 cinnamon roll 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来吃我们的早餐啦。今天我们到了这边，就吃这个 Clyde Market Hall 里面的一个 bakery shop。然后刚才我们跟老板娘聊了一下，这个是他们的家族的传统，他们就是做了第四代，他们都是手工做的面包。然后这个是 almond 跟苹果派吧。然后这个是 cinnamon roll， 全部都看起来很好吃。然后我们就点了一杯咖啡来搭配，我们来尝试一下看味道怎么样。这个 cinnamon roll 就是我比较偏好的是比较有重一点 cinnamon 味的，但是这个的 cinnamon 味就比较少一点。但是还是不错吃啦，有点硬吧啦。然后这个的话非常好吃，它就是 vanilla， 然后有苹果。赞！就看到他们的面包，就会情不自禁的想去那边买他们的面包来吃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就该跟那些老板娘聊天了一下咯。然后我们现在要赶去下一站 ，OK， 跟着我们走，拜。Fish 的蒜头，发芽。Fish 这个嘛 ，canola。还有紫色的这个，很可爱。这个是 rose 的，这个是有红色的，是蒜头哎。接着呢，我们就这整个过程呢，我们都是用脚走了，所以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路线，然后跟着这些路线，然后游玩整个法兰克福的中心。去了 Clyde Market Hall 之后，我们就去了，然后我们就到了法兰克福最大的一个教堂了，然后。那个大教堂就是一个哥德式的大教堂，里面就有很多，里面就有很多那些耶稣受难的那些雕像啊、画啊、作品，然后里面就是非常的宁静。在我们身后，这个是法兰克福大教堂，是法兰克福最重要的地标。所以你才远远的地方呢，你就可以看到它，因为它很高。如果你有体力的话，你可以付3欧元就可以走上去上面啦。
所以我们两个老人家就不要走上去了。啊、嗯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，这法兰克福教堂呢有被轰炸到一点点，然后在195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有重建了，然后是这边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。所以如果你有空的话，可以过来看这个哥德式的大教堂，非常的壮观。然后这边就要告诉大家一个东西，就是如果你们进去的话有戴帽子记得要脱掉，他们的 security guard 就是会一直过来跟你们讲，就是叫你们把帽子脱掉这样子。然后里面也不可以吃东西，所以如果你要去的话，记得你手上如果有吃这东西或者是喝这东西的话，要拿去先递掉先。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很像我们华人的传统，就是他们可以点灯，你就放5cents下去哦，然后你就可以50cents，你要放50cents，然后你就可以点灯这样子啦。50cents是欧元哦，不是马币。对，50cents欧元，然后你就可以点灯这样子，就是一个类似祈祷或者是祝福这样子啦。然后在里面有看到另外一个是有一本册子，就是你可以在里面写下去世的人跟他去世的日期。然后在那本册子里面呢，他们就会，每一天都会祷告的时候，就会念他们的名字，就帮过世的人，就是祈祷这样子啦。嗯，然后法兰克福大教堂就是很重要的地标啊，所以你可以从远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这个大教堂这样子，然后你就沿路走，总会就走到去那个罗马广场这样子啊。罗马广场就是现在就，有很多施工的作业在那边，然后就很多人呀要开始庆祝他们的圣诞节。我们拍不到很美的照片了，因为很多萝莉啊，然后那些架构的东西全部都放在那边，但是就尽量避免的有拍了一些video 跟照片这样子，所以你就可以继续看下去。So, 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正义女神像啦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Frankfurt 的罗马广场，在这边就是一个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广场啊。这边就是仅剩的几条老街，然后很重要的一个街区这样子。然后在以前的时候呢，如果德国国家队赢了的话，他们是会来到这个广场这边庆功他们的国家队赢的胜利的，所以可以想而知这个广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这样子。所以这边是很漂亮啦，我们早上来到的时候刚好又有太阳，所以现在就是没有这么冷，然后还看到有新娘在这边结婚，然后他们也开始在布置那个圣诞市集的那个市集的那个档口这样子，然后也看到一些圣诞树啊，也是开始要上那些圣诞的装饰这样子，所以接下来的几个礼拜过后应该就会变得非常的漂亮。然后过了罗马广场过后，我们就再往前走大概100米吧，100米就到Iron Bridge， 就是那个铁桥。这铁桥就是像我们之前介绍的这样子啦，它就是连通 Main 和 Main River 的两岸的城市。OK，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就是 Iron Bridge 啊。Iron Bridge 呢是在欧洲的第一座吊桥，在以前的时候呢，就是他们建来方便牛啊或者是马车来通过这一条河这样子的。然后这条河呢就是美因河咯 ，so Main River 呢就是要有两座城市在河岸的对面，所以就是要方便他们通车的关系，所以他们就建了这座桥。在以前是木制的吊桥来的，后来他们就改建成像现在这样子的铁桥。铁桥上面的话其实是可以挂锁的，所以那个锁就是很多人讲就是见证他们的爱情的锁，然后你也可以来这边上去桥上面挂一个锁也是可以的哦。这样子哦，是欧洲的第一座吊桥这样子啦。然后我蛮喜欢那一边的，因为那边可以看到很多有看到河流啦，河流上面有很多那些船这样子游动这样子。然后可以拍很多照片，你可以在那边拍照打卡这样子。比如说这边，
对，然后继续走，我们就去到，然后我们再往市区外面走，就去到一个零垃圾商店。我们在零垃圾商店就遇到那边的老板还有店员，那我们就跟他们聊天这样子，就跟他们了解一下他们在德国经营零垃圾商店需要注意什么啊，有什么挑战的地方啊，或者是有什么他们觉得他们做到比较好的地方啊这样子，然后老板就是非常乐意分享，结果我们就不知不觉就在那边待了整一个小时的时间，买了一些巧克力，买了一些肥皂这样子。所以然后你就可以看我们接下来那个影片，然后我们再怎样在零垃圾商店里面买东西。这个地方是Frankfurt 的 Unverpack， 然后我们在这边逛这个Zero Waste 的店，然后这边有卖好多东西，干货啊，或者是罐装的食品啊，全部都有。然后我们现在要用这个 pocket 来买我们的最喜欢的巧克力。所以这边呢，就是称一下它的重量 T12， 然后这边有这个纸的胶纸，你就可以写上这个包装的重量是72。等下柜台就会把它抠出来，抠出它的重量来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去买我们的巧克力吧。巧克力豆，这个很贵耶，老板。对啊，they think that I am a rebel. I think they want me to settle. There's nobody on my level. They think that work is too stressful. I think that work is essential. The grind is all in your mental. And I don't think you understand what I'll go through just to be in control of my life.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是安全套，这个是 original， 还有你要超薄的也是有，这些都是 vegan 的安全套。但是安全套不是都是 vegan 的？然后继续的话，我们就问那个零垃圾的老板 ，Unverpack 那个老板，这边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午餐？他就介绍我们了这一间叫 Local Bun 的一个小咖啡这样子啊。然后他们的食物都蛮不错的。就像对于其他的地方的那个分量，它也算是蛮大份的这样子。我们两个人大概吃了35欧这样子，两个人。以欧洲的物价来讲，在德国也应该算是可以。以法兰克福的物价来讲，应该算是还 OK， 没有非常的贵的一餐午餐。然后结束了行程之后呢，我们就赶去搭车，然后搭车的时候就发生了很多事情，就是因为我们是早上的时候在机场买的车票，那个机场的服务人员就跟我们讲，其实这张票如果你真的 miss 了9点，就我们买票的时候是9点10点早上，他说如果你 miss 了的话，你其实是可以搭下一班车，这样子是没关系的。然后我们就觉得那我们 miss 了的话，我们就可以 miss 到晚上我们才回去。我们就以为是一整天以内，今天以内都可以搭的火车这样子啊。怎知道我们就去问那个服务员，那边有一个叫做Riser Zandon 的地方。如果你不会在那个 ticket machine 买票的话，你也可以找这个站口的地方去里面排队买票也是可以的。如果你有什么计划，你可以告诉里面的人，然后他们会帮你安排最好的行程给你哦。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关于你的火车啊，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问他这样子啊。那我们就问他们我们要在哪一个 platform 那边上车，他们就跟我们讲我们不能
不能再搭车，但是他们还是很通融，我们就让我们可以在今天里面去搭这班去满他们的火车这样子的。是的，所以我们就赶上了满满他们的火车，我们就搭了一个小时，中间有点 delay 啦，但是就搭了一个小时的车到曼哈顿这个城市，然后我们就找到他的姑姑，他的五姑。嗯、我们来曼哈顿就是来找我的五姑，我的五姑住在离 Frankfurt 外面大概类似 Klang 的位置这样子啦，在 Luschenhafen。我们现在分享 Frankfurt 的第一天吧，然后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，拜。